哎，石林，帮个忙，我够不到，我太累了，我现在只想长在这张床上。你看我都晒出个背心来了，绝了！都赖那个叫什么许天一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咱能跟着受罚。训练期怕是熬不过去了。什么鬼名额？我想回家。我跟你说啊，这隔壁寝室可有好几个看得不爽的呢，他再这样下去总有人治他。都睡觉吧，明天还得训练呢。睡吧睡吧。晚安晚安。快快集合了集合了。一会儿输了可别哭鼻子啊！垃圾才放狠话，我这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我善良。带左，预备。第四名，宋磊，11秒61。第三名，周晓光，11秒58。第二名，许天一，11秒55。第一名，李诗琳，11秒52。首先，我们给李诗琳同学一点掌声。前八名的同学目前暂时是安全了，但是，你们的跑步分数只是一部分，还有隐藏的行为分数。你们的一言一行均会被记录考核。从我看见你们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开始计分了。所以，有些人不要太骄傲，说不定就被退货了。尤其是这个许天一啊，跑得不错，第二名。可惜你这两天都迟到了，听别的老师说，你上课还睡觉。据我所知啊，你的分数很危险。其他同学的分数，老师们还在计算，明天早上会给大家公布的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今天能睡个好觉。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，谢谢教练。103人都走了吗？我看他们宿舍出了俩，就是没看见许天一。啊，你先过去吧，我有东西没拿。行，你快点啊。不想走就滚出来！哎呀，鞋没穿，哥，不是。报告，郭队，
成绩在我手上，现在我点到名的人出列。李诗琳到。宋磊到。周晓光到。赵子晴到。王轩凯到。最后一个许天一到。少嘚瑟，今天你要是再迟到就直接出局了，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哎，你就是为了叫他才来这么晚的？怕连累其他同学吧。谢却无悔，一丝杨柳低垂，欢喜和你的这一切。